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今日就拍一条试食片啦。咁啊，多啲十九香港啲十九 YouTuber， 当你谂唔到拍咩题材嘅时候咧，咁啊拍一啲试食片就最好。但系试食其实咧，我想同你讲，都唔系容易谂嘅，因为你拣咩食咧就好难拣啊。咁啊，今日就拣咗两个啦。有咩呢个？呢个大澳虾酱啊！咁啊，薯片咁啊，其实之前我食咗淡仔嗰只咧，我觉得个土匪鸡翼 OK， 但我冇开试食啦。咁啊，另外就系呢个咩啊，流浮山金蚝。咁听落去个味道已经系服服地嘅啦。咁我哋试下啲味啦，就我就唔应该食唔晒，啱啱食完嘢。咁我睇下啲味得唔得先。咁我哋首先试咗呢个大虾酱啊。嗱，佢呢个系薯片嘅味，薯片，但你闻落去咧，系闻到成阵虾条味，最尾系边？呢个系呢个同大家睇一睇啊！即系如果你养猫咧，头先你见我射落去咧，因为我未食啊。即系如果嗱，我同大家讲，如果养猫咧，猫正常系唔可以食油嘅，如果唔系会生脂嘅。咁啊，阿 B 二十年嚟由细到大，我都唔俾佢食油嘅。咁即系如果你食完啲薯片，就尽量抹咗嘴先锡只猫。如果唔系咧，即系如果你有养猫，对只猫就唔好啊！睇一睇你。打咩？完全唔得。即系感觉就好似你食紧一块薯片嘅虾条，你明？我唔知点形容个感觉。简单啲嚟讲，就即系你食一块薯片，同时你又有虾条嗰种味。咁但系个问题啊，就算你有虾条嗰种味，都唔等于你只味系好好食噶嘛，大佬。咁我想食虾条，我不如去食虾条啦，啱唔啱啊？我想呃虾条，我就去呃虾条啦。即系个问题系将薯片同虾条两种沟埋一齐。系啊，系咪真系咪好？即系新颖，但系唔代表好食。我食多块，嗯，麻麻地。我啊专倒米嘅，即系唔系好食就话好食，唔好食咧就直接啲讲。即系当然未至于未去到难食嘅，即系好正常。我觉得系冇乜特别。系啊，即系 OK， 系啊，但系就冇乜，可能我本身系重口味，我中意食咸嘢，即系上次嗰只土匪鸡翼嗰只，我觉得 OK， 即系够咸。呢个咩？嗱，流浮山金蚝啊，本身我自己都冇食过流浮山金蚝，讲真两句，其实系咩味咧，我都唔知道。即系简单啲嚟讲，原本咧叫好，哇，好油啊，手好难开，哇，唔够力，因为如果你手一扇咧，唉，顶。其实咁样开薯片咧就唔系好建议，因为咁样开好难收翻埋。哎，呢、這个似样啲，呢、這个闻落去咧好大阵味啊！即系你闻到嗰阵味，你就 feel 到应该好咸嗰啲。喂，叫我食多块，哇，好好食啊！食多块，错啊，因为我食唔到有味，因为我第一啖食唔到有味，所以我食多块。嗯，我唔觉得有咩特别，唔系佢有种回香，有种回甘啊！真系你食完之后咧，口腔嗰阵味咧，即系佢嗰阵味会涌翻上，有少少。咁啊，但系咪好好食咧？我觉得都系好奇嚟，我唔系太得，即系其实系，我觉得可以试嘅，即系两包都唔差嘅，我觉得就两包都即系你唔会话买啲，我有一次买咗一个薯片咧，嗰啲咩朱古力薯片，哇难食个 PK， 嗰只又甜又咸，食个想呕啊，嗰只真系维康而家成日卖，即系如果你唔想，即系如果可能我口味特别啦，即系我好似拍过片就唔记得咗。嗰包薯片我係唔會食第二次，但呢啲薯片咧，如果佢特價，我會買咯。即係如果佢特價係平嘅，我會買。但係好即係一個正價咧，我就一定唔買嘅啦。呢只係啊，
咁啊，总结嚟讲，今次咧有少少失望嘅，其实咁啊，因为系我嗰翻嚟上次个淡仔口味咧，即系我烧鸡翼同埋咩我唔记得咗，两即系云吞面啊，云吞面嗰只麻麻地啊，鸡翼嗰只 OK。不过而家我去好似搵唔维康，好似冇七仔先有。咁啊，都几贵，我啱啱喺维康嗰度见到买嘅，咁啊。竟然是冇特價，咁我其實以為通常你知維康兩包薯片都十幾蚊特價，但佢係冇嘅，佢每包好似賣11.幾嘅，咁我覺得極度唔抵買啊，真係，即係如果你真係想試新口味咧，等到特價先，就係咁。咁啊，今次賴嘅嘢啦，我哋下次食評，有機會先拍啦，因為呢個已經唔定期嘅啦，而家我試食係啦，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